中天娱乐最感人励志的好戏《明日天晴》。是因为我是查甫囡仔，去别阿妈接我的话，校长拜托你给我这个工课，安尼我才会当去上读书。那不走啊，阿爸更不得辛苦呢。这个囡仔受这环境会变较大汉。在物质刻苦的年代，开出最美丽的花朵。中天娱乐台明晚9点，《明日天晴》。